妈认证同居中，爸妈都认可，女星仍婚伤透男导。温妮热恋李玉玺后，迅速霸稳正宫地位，不但在李家同居，而且李爸、李亚明、李妈都对她视如己出，可谓高招。不过演艺圈也有不少这种获得家长认可的例子，但有些也下场凄惨。比如李佳莹与导演于中中交往两年，她也见过女方家长，一度传喜事近，但农历年期间传李佳莹婚提分手，让于中中陷于情伤。